12月20日，北京台春晚官博正式宣布，由杨紫和肖战担任2020春晚代言人，并晒出两人合照。照片中，杨紫、肖战手拿工作证，面露微笑。两人刚刚合作的《余生，请多指教》才正式杀青，立马又再次合作，很多粉丝表示期待。恭喜肖战、杨紫正式成为2020北京台春晚代言人，非凡娱乐10。